光，淹没人世的无常，眼底一瞬岁月长，红尘薄凉，心人滚烫，夜来唤醒和悲伤，寂寞时光是何模样，人间悲欢由不得我，奈何奈何，纵然执着纵然难舍，奈何奈何，心头的火烧向风波，奈何奈何，平凡不值得。二位小姐，给你们送药来了。哎，劳烦管事了。楼主晚些时候会来看你们。那王小石和白愁飞他们？楼主、白副楼主和王公子都回来了，都挺好。敢问管事，苏楼主可说昨夜发生了什么？哎呀，这……管事但说无妨。听说雷隼总堂主死了。我们俩在外面守了一晚上，你们没事吧？那个人到底是谁啊？你们看清他样子了吗？他对你们做了什么？受伤了吗？没有，我们都没事儿。幸亏你来得及时，没事儿。那雷神呢？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他一夜没合眼，现在刚刚躺下。温柔，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啊？你跟我说实话好不好？你看上去好像……啊，我没事儿，我就是担心纯姐姐。她刚知道父亲的死讯，明明最难过、最伤心的是她，却还要来安慰我。昨天到现在，她一滴眼泪都没有流。这样强撑着，我真的很担心。雷死要杀大哥。今天这一步早已经注定了，我们作为他的朋友，能做的就是陪着他。但迈过这道坎儿，还是得靠他自己。